我的关心的来自溪口乡的消息，台湾团结人民发起着特东山公道连署，16号在溪口朱子江举办全国第一场的宣讲会。台联主席吴坤辉表示，国民党早年执政，党国不分，累积庞大党产，严重造成着选举不公平，呼吁民众将国民党不义之财讨回来，用来照顾着弱势和做公益。主张告台湾、反并吞的台湾团结人民，现在发起着全民讨国民党东山公道的连署。第一站的宣讲会就对溪口的朱子江出发，是吸引将近200人到场聆听。现场加入连署的民众也未少。因为这国民党诶吼，伊这个东山属于不合理的，因为伊过来咱台湾霸占咱台湾嘛。心连心的吼，来把这代志吼完成啦。台联主席吴坤辉强调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曾经表示，有疑虑的东山应该捐出来，但到现在煞无实际的作为。台联发起讨东山的公道连署，就是要打倒党国资本主义。这东山愈来愈滚愈大，啊，做伊的选举费用，啊，这是造成不公平选举的这些真大的这个原因吼。讨回东山的吼，这才当彻底。来消灭党国资本主义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是恢复、回归到咱民主政治啊，民主体制正常发展，正常的民主体制发展应该有的，这叫做转型正义啊呢。吴坤辉表示，国民党在战后接受到日本资产，转为着国营和党营事业。国民党更将党产投资在金融、保险、电信、石化、营造业等，以及呢。民众立房贷、加水费、电话费，真有可能是帮国民党赚钱。国民党提不义之财拍选战，赢得选举是非常不公平。强调讨东山会当用来帮助弱势。吴坤辉指出，去年内政部公布国民党资产总计达到着268亿，这只是台面上的数字，若是加上国民党党营事业累积的资产，估计将高达着9639亿。新闻客户洪启口向采访报道。